摧毁前面那座岛，来吧，开火，先轰爆前面那栋大楼吧。哎，疯狂射这个飞弹，再射再射再射，哎，赢下来啊，哇，飞过头啦，撞到大楼了。来，我们下这台飞机吧，给开前面的门，然后从这边下去。啊哈哈，被上面的螺旋桨打到啦。好，接着我有带一些武器啊，我们先来用用看这个雷射枪，来吧，试试看雷射枪的威力。哇，这威力也太大了吧，再来一发，哇，超强的、欸、这个雷射枪，再来，哇、哦欸、我的飞船掉到海里面啦，哇，啊，不见啦，整台毁掉了是不是？接下来试试看这个小型炸弹，来看看这个小型炸弹威力，来多丢几颗啊，炸爆这栋大楼，来吧，哦，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，可以啊，只是威力好像没有雷射枪强。那接下来下一个武器，半自动机关枪，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可以连发，啊，这个如果打敌人的话应该很好用啊，但是用来摧毁建筑物的话就有点烂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这是什么，我有一个呼叫器，该不会能呼叫飞弹吧，试试看啊。哦，真的可以耶，从空中来耶，哦，这个还不错玩哦，嘣，下一个呢，稿子，来来试试看稿子吧，这个稿子好烂啊，这稿子到底有什么用啊，这一根是什么啊，飞弹是不是可以发射吗，哦，可以发射飞弹，然后目标这栋建筑物，哦，可以操控这个飞弹耶，来炸下去，嘣，有吗，有效果吗，啊，有有有有，这边被炸凹了，接着再次下一个吧，下一个这是什么，一颗火球，这有什么用啊，哈，就这样，还是这个能够引起火灾啊，来试试看，来来再来一颗，就在这刚刚啦，可以吗，烧起来吗，哦，有耶，烧起来了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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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烧掉这栋大楼是不是，只是它速度有点慢啊，好了，那还有什么啊，弹簧，速度变快，走路速度变快了，哦，跳跃力也变强了，哇，直接跳到顶楼耶，这弹簧也太强了吧，然后我们来用这个雷射枪吧，用到目前破坏力最强的就是这个雷射枪啊，来吧，炸倒这栋大楼，来再来一发，啊，快倒了快倒了，哦，有喽，哇，成功炸倒大楼了，好，接着来开这一艘飞船吧，超大一台的，来继续去摧毁前面那座岛，这一艘飞船比刚才那一艘快多了，然后它有很多攻击方式耶，先试试看这个鱼雷吧，啊，有用吗，啊，有有有，看到鱼雷射出去了，哈哈，这威力超小的，那火焰弹呢，来试试看火焰弹啊，先停在这些建筑物的上面，然后试试看火焰弹，来吧，啊，跟那个火球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不是，那炸弹呢，不，哦，炸弹还不错耶，可以这样边开然后边放炸弹啊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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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还有一个大炸弹，来下一个目标的话摧毁
这栋房子吧，下面有一栋船屋，来吧，大炸弹，蹦蹦，哇，大炸弹威力好大。好，接下来万用战舰来吧，开火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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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威力怎么那么小啊？来看看这台船上还有其他武器吗？这里好像可以发射导弹诶，来喽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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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要射谁呢？好，就射你啦！这栋这栋。来吧，蹦！威力还是一样很小。好，接下来换用这台战斗机。这台战斗机竟然可以用核弹诶！来，直接一发摧毁这座岛。瞄准好啊！啊！这台战斗机怎么自己爆开啦？好，再来一次，来吧。瞄准好，瞄准好，飞高一点啊！我怕我受到波及啊。OK， 差不多这个角度吧。核弹下去吧！哇哇！这核弹的威力太强了吧！哇！那里整个被我炸平了、欸，超猛的！这台核弹的战斗机也太强了吧！再来一发！哦，哎、欸，要飞到水里啦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这座岛一平吧！来吧！接着是那栋大楼，等下，等下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这个角度啊！核弹要来喽！连发吗？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核弹啊！可以炸到那栋大楼吗？啊，没炸到。好，再来一发吧。下去，哦，砰！可以了吧？这一次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再回那栋大楼了。好，接下来下面那边来喽。哦，有喽，成功摧毁那座岛喽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